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Sa，大家坐定定几分钟，因为看完这条片，大家又会认识多十种的日本壮药，下次去日本购壮药的时候呢，有多个选择了。今次这里是道顿崛国民壮药分店，全日本有200间分店，就算在香港你都买到，方便你自己呢，影片呢就是介绍十种壮药的成分、功效和价钱的。看完影片之后，帮助你更加好的购买决定，在哪间买抵啲咧？几时间铺有限时优惠咧？边间就脚啲咧？等等嘅，好嘛？咁啊 ，Are you ready？ 第一必买就系蜂窝日本女士嘅 Chocolate BB 美白丸，有两款噶，红色樽全名系 Chocolate BB Royal Tea， Royal Jelly 咧系蜂王浆，咁后面咧嘅 T 字系有三层意义噶，第一咧就系 TCA Cycle， 帮助脂肪代谢嘅活性维他命 B 二。第二个意义就是 Total Balance， 补充平衡营养的蜂王浆。第三就是 Tired Feeling， 促进代谢疲劳物质的牛磺酸，增强抵抗力和活力。这种 supplement 我会建议工作操劳又没有时间做运动有份不够的人士吃的。另外一只是蓝色樽的 Chocolate BB Lucent C 美白丸，除了有维他命 B 群之外，亦有维他命 C 以及一种物质叫做半胱氨酸 Cysteine 的成分的，它会淡化面上的斑点，修复被紫外光破坏的皮肤组织的。两种的 supplements 可以一起吃的，又或者你可以试下135食蓝色，246食红色。咁星期日食咩啊？咁视乎你嗰日有冇出街暴晒啦。如果美白嘅就食蓝色啦，亦或你去 gym 啊做 exercise， 或者你留翻喺屋企，太多体力劳动喺床上面做 exercise 啦，坐得多啊冇气力啊，咁你食红色啦。第二必买咧就系 Chansino White C， 含有好强嘅抗氧化成分咧，半胱氨酸，1000个 milligram 嘅维他命 C， 再加上提升新陈代谢配方，系维他命 E 加 B 二加 B 六再加 B 三，除咗美白之外咧，亦可以淡化肝斑嘅。咁所以如果下次你再见到呢一个半胱氨酸咧，你就知道系美白产品啦。OK。第三必买是日本品牌 Utina 推出的 Premium Pilsner 面膜系列，它有很出色的保湿能力的，系列是共有三款功效的，分别是蓝色的胶原蛋白黄金啫喱，适合经常熬夜而皮肤暗哑的人士，红色就是透明质酸黄金啫喱面膜，有浓郁的玻尿酸精华，适合很 dry 的女士，皮肤很 dry 帮到你，感情生活很 dry 呢，就建议你去学多些东西，上下堂充实下自己，将自己扮得靓一点， single 都要做到你揀人不是人揀你， OK？咁咧就金色咧就系蜂王浆黄金啫喱面膜，就系抗老化功效嘅，滋润皮肤，令到皮肤回复 Q 弹嘅感觉，滋润埋你心灵啊，因为个人靓咗啊嘛。第四必买大正口内炎贴片。咁咧白色盒咧就系不含类固醇，适合小朋友同埋老人家用噶。黄色盒咧就系含有类固醇，所以叫做 Quick Care， 咁就快捷啲啦。快啲好翻啦，咁啊药性都系重啲嘅，净系适合成人用嘅啫。咁啊，如果成日食热气嘢，容易生痱滋咧，咁啊贴住呢一个就冇咁痛啦，而且系会快啲好翻嘅。买盒翻去开门口啦。第五必买 Mini Tesla 嘅磁力贴，香港人咧十个有十个都系肩颈绷紧嘅。香港嘅生活压力系点唔使我讲啦，磁力贴咧系释放磁力嘅，促进使用个部位咧能够血液循环嘅，三至五日咧都唔会跌落嚟嘅。咁啊，亦都可以贴住嚟冲凉都冇问题嘅。最紧要咧就系冇药油味啊嘛，一有药油味啊，似成个婆仔咁噶啦。第六必买是 Lohi Chiboko 的穴位贴布，专贴穴位的，极辣感啊，建议你冲凉之前30分钟好搣走去啦，咁能够镇痛消炎的。咁咧就喺1932年诞生，正式系老字号啊，连脚板嘅穴位都贴到嘅。咁啊，产品嘅使命咧就系酸痛不求人啊，一贴有效咁话，难怪咧能够成为日本非常畅销嘅旅游手信之一嚟噶。第七必买自然之想梅酒，梅酒有药用功效和保健价值嘅，
佢嘅內含咧蘋果酸啦、苦味酸等嘅，每日一小杯咧能夠消除疲勞啦、調整腸胃啦、消除便秘啦，加冰熱飲或者溝汽水都可以，記得係一小杯唔好過量啊！飲酒呢家嘢小飲怡情，大喝咧就有可能不舉啦。第八必买，太田胃散拥有140年的历史，简直是家传户晓的居家必备良药。功效方面，但凡胃部不适或者饮酒过量而引致的胃部不舒服、食欲不振、胃酸过多等都适用。有多种天然药物成分，好似人参、茯苓、桂皮、茴香、肉豆蔻、丁香、陈皮等等，所以打开罐时会闻到味道芳香。除了罐装，亦都有多种包装选择，方便携带，就好似呢一只包装，一日含包散。第九必买，美舒律蒸汽眼罩和蒸汽晚安贴。眼罩的温度大约是40度的热蒸汽，可持续20分钟，增加眼部四周的血液循环，改善黑眼圈。至于蒸汽晚安贴可以贴在肩颈位置，有些人长期经痛都可以贴在肚，但千万不要当卫生间用。第十必买，小林药用生叶 EX 牙膏。有朋友用过呢一只牌子，两星期之后就觉得啲牙齿有美白嘅效果啊！牙膏唔会太甜，有一啲薄荷跟中药嘅味道。除咗美白，佢嘅功效亦都有预防牙周炎啦、防口臭、净化杀菌、预防牙齿敏感。咁咧就个配方咧系添加咗六种天然植物成分嘅，价钱比一般牙膏贵少少。如果阁下牙黑口臭、牙石一嚿嚿，买一支翻去搞掂啦。好啦，道顿骨就喺呢一度告一个段落啦。下一条影片我会带大家去到东京银座附近食平嘢。银座出名高消费，不过我知顶啊嘛，带大家去食好西，劲平劲好食嘅。咁咧，记得帮我分享、订阅同埋 like 喎。唔知今次你又中意边一样我嘅介绍呢？你留言话俾我听啊！记得帮我揿啷啷掣，咁我哋好快再见，拜拜。